嘿兄弟，猜猜现在在哪里？有没有看到那边？暖食良品。现在夏天嘛，天气那么热，就是要穿长袖，然后再来吃冰。啊，为什么要穿长袖？因为要防晒啊。拜托，那么黑。不知道你们桃园人有没有听过慢食堂这家店？这家暖食良品好像本来之前就是慢食堂，然后慢食堂现在搬家了，所以我们就只能来吃这一家了。那慢食堂怎么办？下次再去吃啊，那就下来吃这一家吧。Let's go。上面有这个米香，还有那个红豆，还有那个炼乳。哦，上面还有附上那个叶子，这个叶子是最棒的，这個、吃起来的口感也很棒。那根本不能吃。不可以吃啊！你在野外求生的时候，就是需要吃这种树叶。然后还有这个，抹茶口味的这个 QQ 的这个方块，这不知道叫什么东西，就是很有嚼劲，很 Q 弹，然后把它丢在地上会弹起来那种感觉。为什么我可以没有我的镜头？OK， 现在介绍这个饼，它名字叫善哉善哉。OK， 顾名，没有顾名思义，就是它上面有很多花生粉。那我这边就是建议，如果有对花生粉过敏的话，还是不要来吃啦。那我觉得它其实蛮甜的，可能是因为刚好加炼乳的关系。那、如果不想吃那么甜的话，可以少加一点，或者加点盐也是可以啦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天机器刚好坏掉的关系，那天没有什么客人。OK， 出来外面做个结尾。今天是有点可惜，没看到粉砖的讯息，才没吃到他热有名的冰品。所以他的其他冰还是不错吃的啦。然后最后要离开的时候，老板因为看到我可能有在拍一些影片，他就跑来问我说是什么部落客还是 YouTuber， 然后就跟他讲我频道的名称，然后他就跟我 subscribe 了一下。OK， 感谢那个老板，希望我的影片不要让你太失望，好不好？啊，对不起。那这一次就是因为没有关注到他的粉专，才没有吃到他比较招牌的冰品。那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代表我们要关注别人的粉专嘛，所以你们是不是该 follow 一下我的 Instagram 啊？这样才可以看到我发一些废现实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过你们好像也没有想看到一次，那就这样啦，拜拜。拜拜。风大。